有啦，就是会这样，就是去这样，也没那么落后。你们想象的很像我们古时候，因为以前不是要煮热开水，其实没有可以靠酒精跟消毒。不是，他在家里面现在只有热水器吧？你干嘛要他准备热开水呢？煮产是那到底叫什么口味的披萨啦？氧气筒他也会带来吗？就是有，就是其实助产士就他讲的没有这么落后，就是他有的都有。其实药物他也有，可是我们是希望都全自然。所以你什么药物也都没用，给 baby 吸的氧气也是他带来的，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缝。以后可以生八胎的，就只剩下艾米了。对啊，艾米真的不需要，是没减到为什么要缝？肉体跟意志都非常的坚强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又让你听到一个跟大家常讲，我们节目你看，我们节目做了这么久，这么多来宾在节目里面聊小 baby 生孩子或什么，他是很特别，第一次听到有居家生产这样的。我上一次听到的已经是我阿姨一个，其实说真的，我阿姨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带她去打针，然后他们都找不到她资料。她说：“那她在哪里生的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在家里。”她说 ：“OK， 你们在家。”他在哪里生？我说在家里。然后他说在哪一个医院生？我说在家里。然后你看吧，连医院的人都不相信。可是我后来台湾唯一一个在家医生吧，他是支持我。OK， 他说我的身体状况很好。我想帮加油加油，对啊，很厉害。而且 Ivy 呢，基本上她的生孩子的方式跟我们大家平常听到完全不一样。我讲她没有对错，她就是你希望用这样的方式，当然会建议你说可以复合。对，尤其如果你要这样的话，当然跟你的医生多沟通，看怎么样的配合。而且 Ivy 说的好处，第一个你们刚刚讲说，包括后面也没有缝合啊，也没有什么，多厉害 ！Ivy， 你生完一个多小时开始做家事啊？因为我听说我公婆要来看宝宝，我觉得生完东西都堆满啊，你自己还在擦啊？因为我觉得你好像穆桂英哦，挣钱才子，还要拿刀枪剑，就是穆桂英。对啊，你好厉害哦！穆桂英那个时代没有伤口就这样，没有伤口就。所以，可是你的五脏六腑才刚生完回味耶，大家在面上觉得精神很好，你也不需要坐月子，而且那个精神像刚跑马拉松，你只是像刚跑完马拉松，激动。就是你刚还没有累的感觉，而且你都没有裂开，还是干净哦，你已经练到了几岁啊？30。那也不小了，那也蛮勇敢的，还敢这样生。三十也不小了，三十 OK， 你现在算小 OK。那40岁还可以，其实我想你问问看医生，你已经不是每个人要戒掉，因为他们说剖腹完之后过3年或5年好了，所以你是说你想要居家，你要成就，我可以帮你陪产。我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开球很远，其他人也想照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跟他讲一件事，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再来做，好吧？你可以，现在这个要斟酌一下。哎，你去香港陪我。好，我跟姐，我带姐姐去。OK， 我姐姐，我真的如果我再还的话，来看一下。好，好。那不过现在你看到他们这几位来跟你谈说，包括当初怀孕啊最痛苦的那些事，可是现在都过去了，现在都在享受照顾宝宝啦。你说这些，虽然中间有一些哦觉得很辛苦，但是它是很喜悦的一件事。不过过程我们一直没有跟你们聊一件事，就是现在你看到他们的身材，对，大概我相信了，大家都恢复到几乎都差不多恢复到原来那样，有的比以前还瘦。OK， 他们是牛蛙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出来。OK， 好，我就讲那个牛蛙嘛，不是牛蛙，牛蛙就是大家不是牛蛙，还有小孩子的时候没有上过节目，对不对？还是有的有，但很少，几乎没有。他们到后期，比如说王颖，大概5个月就长起来了。对，不过我要问的地方就是在你们两个，如果现在看他们五位在怀孕的过程，你们觉得谁像是胖的最多的？一定是嘉怡啊！为什么？他选吃鲍鱼又吃到这个，都吃到18整。对啊，可是后来没吃，因为补得太夸张。嘉怡白白嫩嫩的，一看就是很像他短工。对，不是牛蛙，是北极熊。OK， 你觉得是嘉怡？我觉得他最胖，大概会胖到多少？我觉得至少十几公斤吧，十几公斤就算胖了，十几公斤，维林胖多少？维林都快30，28公斤，维林胖，对啊，可以打，你要知道维林有174公分，对，维林挺高的，谁胖的最多？我也觉得是嘉怡，你也觉得不是？因为她是在5个女生里面是比较大只的，大只的就会胖的比较多。我知道我高有错吗？那个就是跟李艾希比较胖，你根本胖不了啦。她胖，而且觉得他们本身就小只，艾希如果胖超过10几公斤，她就已经很胖了。不是，艾希超过10几公斤，她就走不动，对，她就要在家里。然后自然产的不会差太多。OK， 好，那如果这样，你们都觉得是嘉怡？对 ，Martin， 你觉得她最多会胖到多少？我觉得20公斤，差不多25吧，最多。嘉怡，你最胖胖了多少？25。
你看多胖，他们好厉害，你看多胖。可是如果你要硬要讲，可其实最胖的胖胖儿子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是是我，这是谁？是哇，差太多了吧？哎，这个还是在七个半月吧？这还不是胖到最多的？不是，还不是。我觉得那是牛耳肌啊，要生之前的一个大。你真的很会瘦。你老公出门的时候都贴一个那个贴熊出没的地方。有点可怕。哎，而且你怀孕这一招，我不晓得，因为人家怀孕到这，感觉上是一个肚子很大。对，你不是哎，你全不是整个都很大哎。我是手臂。也大，然后脚也大，对，然后整个全部都是北极熊，你对，不是，你那有点像河马，河马也是头小小的，身体很大。我有一阵子真的觉得自己很像，真的哦。而且你很勇敢呢，你还拍照，头发还是就拍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么老了，生了两个，不知道能不能认生第三个，我想说啊，那再拍一下好。哇，真的有胖哎，要拍，我胖很多。OK， 你看我48%嘛，那时候胖到75、76。差很多，75、76。所以你哦，你那刚前面也是第一张那个穿条纹衣服那张，也把我吓到。有吗？那完全不像是要差异的脸。我刚刚看到真的，远远看会以为是牛耳精的照片。不是，你现在宝贝小 baby 才三个月，昨天才刚满100天。那整个都瘦回来吗？瘦回来了。那你好厉害！你中间过程有特别做什么事吗？我没有哎，就是喂母奶。那是不是水肿？喂母奶真的水肿，还有水肿。带小孩，喂母奶好像真的可以，就是瘦的比较快，他也瘦的很快，一般哈，正常哈，6个月之内回来算是很好的，你这样代谢算不错了。可是我要讲说，我在坐月子，我是一样是吃2份月子餐，然后呢，因为喂母之间，算卡路里，我没有算哎，我就是乱吃，就是饿了就吃，是月子中心。公餐啊，对，我月子中心还有外面叫的餐，就是2份一起吃。然后而且我还加强在那种 cheese， 因为上一胎我不是 cheese 很发奶嘛，所以我这一胎就是所有养分东西就尽量吃。而且你除了吃这些，听说你还特别吃燕窝。对，因为生女孩，我想要她白，所以我怕燕窝来。有，我是公公给我那个，不是鲍鱼就是燕窝，不是为什么要带来现场？现在就要吃对啊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我的很特别。产后补身体，调理圣品，稍后不藏私分享。好事就要成双，仙侠世界七日终极内测，不好玩双倍退款。为什么你的名字啊？因为廖嘉怡冰糖燕窝，他的名字，不是因为我不是买现成的，我是公公给我那个原来的燕盏。哦，人家去帮你弄以后，帮你调好一罐出来。我请中药行帮我煮，因为我们来不及嘛。那有时候你喂母奶，有时候是半夜要起来4个钟头一次不能睡，那晚上你又吃东西就很忙啊，还要煮，所以我就直接就吃这个。对，就是对不起，廖嘉怡，你这玩意儿，说。哎呀，还是受益名厉害，倒过来看，就使劲吃奶的力气。原来吃燕窝对这个有帮助，力气变大了，能不能？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胖，他一点都不甜。哦，那算了，他没有放冰糖，没有好喝，你喝喝看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，甜最好啊。对啊，这样才有养分呢。这一瓶多少钱啊？我不知道哎。不是你那一大个，你说一次给人家去，你没有放糖吧？他好像有放一点。你一大个拿去给人家的时候，那个大概多少钱？就原料。不要问我公公，这个一点点，要么从香港带来。那可是其实请中药行，他就是给你收，对，真的很好的燕窝，而且是很浓。你公公开中药行吗？哈，不是，他是朋友众多，大家有送，那他舍不得吃，就留给。真的不错，我主持第一次有燕窝吃，而且是浓的。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说，其实就是你生完，我觉得妈妈真的很辛苦，你补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妈妈，你看，哎，我37了耶，我生完了，我的人生，对不对？后面就要带小孩了，就这个月，我觉得真的你特别补一下，然后吃的是燕窝，而且重点是我吃燕窝，我女儿也吃得到啊，我的那个奶到现在都还是有那个黄黄的，还是那种燕窝奶，燕窝奶是高级的奶，没有荨麻疹。呀，你最胖胖25，幸好不是吃艾丽燕。12，自然产生的吗？15，欢迎。我这次比较少，这次是十。
你只胖了10公斤啊！难怪你现在这么瘦。你从头到尾只胖了10公斤啊！等于没生。生出来的第二天就回复原状。其实我觉得不多，因为我的医生有跟我讲，他的孕妇都胖什么5公斤、6公斤、8公斤的都有。哪有这么精简的、啊？为什么出来2公斤到3公斤、啊？现在都这样子啊！现在好多。对啊，所以我是所以胖十二，我也是胖10公斤而已。哎，可是其实胖都胖在孕妇，我对当然啊，出来才2900而已、啊。对，这位大姐，所以自己不管你怎么，我们节目里面最胖的大概有胖到30出头。对、啊，你问他小孩生出来多少，也是将近3公斤而已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、啊。各位，我也多了25公斤，我孩子生出来还不到1公斤。对啊，你就胖到你身上。OK， 好，病态水肿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说，其实你现在看到他们几个就脸上充满着喜悦，然后每个人身材都恢复到这样。但如果真的讲那怀孕的过程的话，真的不是一般人知道那种辛苦。但如果问他说那个辛苦值不值得，值得吧？对，包括那个居家生产，我已经又要一个，真的吗？你已经又有啦？你怀孕没有？没有，已经。你才一个月，你还又要？因为我现在他长得很快，我抱他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跟你讲，他已经太大了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曾经来我们节目那个陈永康跟张佩珊夫妇，他们两个才神奇。张佩珊刚好坐完月子第十天。做完月子第十天，他去播报台就觉得怪怪的，然后下班之后拿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拿验孕棒验，就是做完月子第十天他又怀第二个，他好会怀哦。你在暗示，你在暗示艾比吗？两个小孩他才刚要做完，两个小孩隔不到11个月，那就像兄妹。但是你没有打算要很快再生吗？是啊，可是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了。是这样，好，看了3个月，可能等一年吧。好，那但不会，你会很快。但不管怎么讲，其实迎接新生命那个喜悦。